老三，别做傻事啊！爷爷，我必须这么做。家里的斧子都被你剁光了。长治爷爷，如果我再不能成功剁手，你就只能吃土了。你是葫芦，本来就是吃土的。停车，你涉嫌超速，请配合酒驾检查。不行，我不能吹，我一吹就算是袭警了。你不吹就是妨碍公务。吹了吧，大哥，下次考100，算了。好了，爷爷被妖精抓走，别说了，我来救爷爷。前门，我们定的计划，喝多了吧？救爷爷，救爷爷！我抓了个老头。娘，你可真能干！妖精住手！大花三娃，别说了，你力大，我居然不能喝得了三娃的头脑片皮吗？三弟，哦，孩子们，把他们拿下！撸啊，睡吧！人参撸啊，来救你来喽！起码你快逃！我都糊了吗，爷爷？起糊了！别松，要团结！一根筷子掰得断，一捆筷子掰不断。爷爷，看，喝假酒了吧你？我好如意都没用。爷爷，妖精太聪明，我救不了你呀、大哥脑子不好，救不了爷爷。别怕，大哥，按我计划行事。你好，这位美女，你可不能这么对待老年人啊！少废话，我可比你岁数大。娘，好好说。娘，还少废话，放了爷爷。放了他，爷爷。就是。爷爷又败了。没事，孩子，水温还行。嗯。完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爷爷，我也进去。冷静啊！大哥，你真是人才呀、大哥，你还不投降啊？力量不如大哥，论技能我不如其他哥几个。你说废话，我能从一数到十啊！不妨你我就来一场智力。